吐鲁番的火焰山绵延几十公里，红褐色的山体在烈日照射下灼热感十足。而火焰山中段有一道全长八公里、平均宽度约一公里的峡谷，名为吐鲁沟。吐鲁沟维吾尔语意为绝路、不通的路。大峡谷从北向南把火焰山纵向切开，流水冲击出的裂缝孕育了沙漠戈壁间的绿洲文明。这其中有一座千年的古村格外显眼，吐鲁沟麻扎村，古朴醇厚，保留了古老的维吾尔族传统和民俗风情。村落中古老的生土建筑至今还闪烁着黄粘土文化的光芒。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洋溢着平静又自足的神情，给人以淳朴又美好的印象。人文、历史、古建筑，吐鲁沟就像一个穿着朴素不善言谈的文化人，拥有着深邃而博大的内心世界。